年轻的时候，我认为人生就是要有更多的体验，但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却发现自己精通的技能却寥寥无几。所以这次我告诉自己，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学好冲浪。走进海里的这一刻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不管海浪如何拍打，或是从冲浪板上摔下来多少次，我都会重新站起来，在体力耗尽之前，一次一次的去练习。这部名为《站起来》的短片，事实上是我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。我在前期策划这部影片到底以怎样的视觉风格去表达的时候，我就考虑到，因为这是送给自己的片子，所以呢，我更加想去如实的还原我在那个时候在海边的心情。来，准备，行，好，对，不错，非常好。所以最终我选择以更加纪实的手法来拍摄这部影片。好，来加速。再快一点，行。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当中，我们全程使用华为 P50 Pro 来拍摄，其中80%以上的镜头我们是手持完成的。这台手机提供了四个焦段的镜头，广角、常规焦段、长焦以及超长焦，并且都能够拍摄 4K 分辨率的影像。令我最惊讶的是，这个超长焦镜头居然在手持的时候也能够把防抖做得那么好，为我们拍摄冲浪这个题材提供了巨大的帮助。在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当中，我们除了使用到了手持镜头，我们还用到了固定机位和在电子稳定器上的拍摄，去进一步丰富手机的一个运镜。由于手机的轻便小巧性，我们还用到了一些特殊的机位，比如说水下，比如说固定在车窗上，比如说把稳定器支在独脚架上，以及固定在 FPV 穿越机上，来进一步丰富影片的视角。在穿越机上拍摄一些空镜的时候，我还把华为 P50 Pro 通过华为的多屏协同连上了平板，这样呢，平板就可以充当导演的监视器，可以更好的和飞手去沟通画面构图等细节。在这部影片中，我们充分利用了华为 P50 Pro 具有四个可用焦段的特性，广角镜头更多去拍摄一些大场景、交代环境。常规焦段镜头因为具有最高的画质和最大的光圈，会拍摄一些人物的特写镜头，做出一些背景虚化的效果。长焦镜头因为是拍摄人物肖像的黄金焦段，所以呢，我运用在了人物的采访。超长焦镜头专门抓拍我在远处冲浪的画面，为影片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景别和视角。我在拍摄的时候就有发现，有一些画面的色彩层次比较丰富，不调色直出的颜色就很好看。去和华为沟通了才了解到，原来它能够拍摄10比特的色深，还是把我在海边肉眼看到的一些场景还原得比较不错的了。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只用一台手机去完成一条影片的整个的创作过程，对于长时间使用全画幅相机来拍摄视频的我而言，一开始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但我也发现这样的拍摄手法其实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手机它有自己的一个特性，比方说比较的高效、简单，拿出来就能拍，我们就非常容易可以获得一些用相机很难获得的镜头。今天是在这边，冲浪的最后一天，然后下午就要回上海，现在趁着早上就是还比较画面比较好的时候，
稍微 vlog 一下，然后最后再感受一下这片大海。最后我想分享的是，这是一个电影制作的黄金时期，只要你有好的剧本，就算是拿起手上的手机也能够独立去完成一部电影的创作。所以在座的各位，你们还在等什么呢？赶紧拿上手上的设备，出去拍摄属于你自己的精彩人生吧。